三点就合适。 这是最新画面，俄罗斯的小学传出了枪响哦，很多的学童仓皇的逃出。那途中多个警察负责导引疏散。这是俄罗斯西部的乌德穆尔特州的一所小学发生了枪击案件。这个男子闯入学校开枪，他杀了校警等六个人，其中还有三个人是孩子。那另外有二十多人受伤。不过当地政府表示，警方追捕枪手的过程当中，这个枪手自抢已经身亡了，目前还在调查他的犯案动机。